迅速把翻转一百八十度，自己做的橄榄披萨，好丑。GK Farm 是本地有机农场的先驱之一。20多年前，在多数人对有机概念还很陌生时，农场就已经投入有机耕种，默默守护这一方原始的秘境。后来农场一手交由三位接班人管理。